武器有355的意思。怜悯握在慈悲之人手中，而不收我。众人的权力我手中。First blood。像这种线推过去都要被他暴揍一顿。有点不好打武器，带香味的话。全都是不自量力。啊，学错了，我操！What can I say? 我操！李青 out。直接开疾跑上线的，我操了！但我看还是 Jack 是 out。这都能被我杀吗？这也太难顶了吧！我开 C， 武器 out。哎呦，居然在打这个！我瞧这小鱼人被干的有点神志不清了，不过还是很难打，其实别看主播嬉皮笑脸，很难打，吃个柚子吧。不要干嘛，武器装不损。
又李晴奥特了。这也是一种。啊，非要这样玩，你吃个破壁路程能干嘛呢？我操，不搞自己心态吗？这还有人来送，我操，这把运气太好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本来对线都要烂了，这搁那给我送，对面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完全就是靠对面送，下子给我送两个，人物的武器也不知道干嘛。挺奇怪的，一直搁那给我送，你们别送了行不行？我都不好意思收了。这确实有点看不太起我。啊！这点。哇操！就这么开个幽梦过来把他打死了。What can I say？ 武器彻底 out 了。有点难过。沉力不上当的叫操了，我真的是好准，武器还拿了我600，完了呀，是我一个 out 了呀，大伙是我因奥奥又特特的呀，是我因奥特，我没闪，如果有闪还能躲一下这个扎克的意思，完了奥特，棒。不想逃，OK， 风暴来了。给我的祭品，哇，这都不死。开了举报没有，这不是很好猜吗？这回城的地方，可惜呀、啊，这差一点点。不过我还是把这武器给修了。嗯，星虫。
腿差不多行。余生是还行，就叠了两层，下几个盲僧就拿了。破败！哇操，这输出啊！武器的输出是真的夸张，他除了破败，这下来第一下就直接要你命了。随个一塔，破败武器有可能打不过呀。让他们在敌军的瓦砾中徒劳的希望。这干嘛？开刀？晋级了有点。武器不好打呀，这两把打的英雄不是很好打。那好在他们前期给我送的够多，鲨鱼我打中两个，啊，这怎么被换掉了？吃了四成，现在乌鸦好像改了，就参与助攻击杀之后可以直接吸掉这个魂，以前不行。七成，力量唯一的导师，爽！乌鸦还真的是爽。我操，这啥？开个疾跑就这么活活把我给 A 死，武器拿了，男枪一个一千，男枪有点梦游吗？男枪有点小梦游，然后第三件来一个，直接做冰心吧，我感觉不用先做面具，先做冰心。男枪喝多了似的，他感觉好像有人帮他扛能打死，是不是我该应该多帮他扛一回？扎克有点猛，腿颤不行。王的听好，不行，超雷。武器拿了一千。
乌鸦走了，真的吗？去踢了。外交是一门，军事是一门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武器吃上金要吃起来，我操，捡垃圾好爽。人民握在慈悲之人手中，几个也没干，你流浪去了吗？还真是。对不起啊，主播的形象让你们啊，抱歉，我的问题，失望。是的，顶不住了，失望去了。主播直播已经没米，拾荒去。就在我手中。我叫焚天武器啊！哇操！主播的思维音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他妈报金币了！我打老鼠打谁呢？老东西爆金币了，我操！你们在干嘛？这卢锡安在干嘛？兄弟们，这卢锡安在干嘛？对面停了红灯，武器的大又好，反正也好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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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在，大哥不在，别打啊。他妈的，说了别打还打。我不在呀！妈的，你们在干屌！别浪哦！我们必须提醒他们的身
不行，这乌鸦走得太慢了，我需要来一个星际，我感觉我很需要移速，没星际我打不通，而且我跑线好慢，都跑出一会儿什么垃圾。哇操！主播这个 W 还真的是关键的，我这 W 救了我一大条命啊！我操，我的这个 W， 好险好险！啊，不用啊，不用惊讶，我 W 刚刚打到好像三个还是两个人，直接给我回了一大口，一个碎片大概回100多还是200多，应该是200多左右吧，对，真的不死。顶级思维，那我没有重伤，我们这边一个重伤都没出呢。太金库，必须要出这个。感觉还是要输了，32秒五百，哇、哦！他这一下多少血啊？啊！请问一下，他这一下多少血啊？乌鸦确实有点恶心，我无敌了已经，基本是无敌。哇，我不想结束这把游戏啊，大伙。我不想结束这把游戏呀，我装备还没买。
哎呀，拿下兄弟们，大家点波关注，太顶级了，这是win。